就是马车在古老的街道上悠然穿越，马蹄敲打在原石铺就的路面上，宛如时针的重新流转。威干，这座仍保留着400多年前的建筑风情的城市，仿佛置身在17世纪的欧洲世界。这位呢是维甘的，应该说非常著名的这个历史学家 ，It's a very famous orator here。今天呢，他作为我们在维甘的这个导游介绍，来帮助我们来介绍维甘的这种文化和历史。Used to be spelled B as in boy, I B, dash gun. Gun.Chinese it means beautiful shore. 他说呢，维甘这个呢，本来的名字是 B， 然后一合 G， 那所以呢，在中文是漂亮的岸的意思。美岸。So it was the Chinese who gave the name. 这个地方的名字是中国人给起的。他刚才在讲了一个很有意思啊，他说这个维甘的这个拼写，我们现在是 V I J A M。实际上最早是 Bigam，Bi 实际上翻译过来，用中国话翻译过来应该是美丽的海岸、美岸、维甘 ，Bigan。Bigan， 对。Monument of my grandmother, great grandmother. And maybe you will introduce you grandmother. Yeah. Grandmother. Yeah. 而这个像呢，就是他曾祖母的一个雕像。My great great grandmother. Yeah.It's a very famous point. Yeah, because 我们看这个雕像呢，就是他的曾祖母，1848年到1884年，这个姓儿他是你看 ，Florentino， 这是他曾祖母。他这个曾祖母就非常有文采的一个女人，她写了很多的诗，然后也是当地非常活跃的一个活动家。他写大概10岁的时候，他就会写诗，而且他的诗啊，在巴黎啊，在马德里啊，都有做过展览，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。So you are proud of her? Very, very. Yeah, 他很为曾祖母自豪。Okay. This way.西班牙殖民者在全球的城市规划严格依循文艺复兴格调，威干也不例外。传统的棋盘街道直通 L 型的长短两个广场。威干城有两个大广场，萨尔西多广场和博戈斯广场。沿广场一面集中了3家餐饮连锁店，炸鸡类的快乐风，中式食品的超群，以及麦当劳。Before was the seminary. 啊，从前这个整个地区呢，是天主教的神学院。But destroyed. Burned 1960. 烧掉了啊。1968年烧掉了。Now it's McDonald's. Yeah. McDonald's. 他说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应该是维甘的一个非常中心的地方。这个围绕的这个大的中心广场呢，这边呢是教堂。那边呢，就是应该是叫省政府办公大楼。那在这个周围呢，都是一些，比如说在这个旁边呢，是当时这个大主教的这个住所。旁边呢，是一所女校。这所女校是当时在这个菲律宾，应该说在维甘是最早的一所女校。然后在旁边呢，有一些政府办公大楼。然后这边呢是市政，Vegan City Hall， 市政府的办公厅。
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大片呢，原来是天主教的一个活神学院。他说，一场大火给烧掉之后呢，现在呢，全部都是麦当劳。